桂花可以做很多好吃的，桂花酿，对，桂花糕，桂花糕，桂花酒，桂花羹，桂花糯米藕。桂花可以散冷气。什么叫做散瘀散冷气？这个散字就是和这个心字是对应的，扩散，心散的作用，扩散的作用，行走的作用，就让它通了，因而我们就不得病了。尤其是着了凉，因为它是个温性的。桂花还可以去口臭。如果我有口臭啊，突然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谈判一个活动，实在来不及了，你就嘴里头含点，一刻含着呢，不是泡水喝，你就慢慢的嚼，含着这个嘴里头，最起码把这两个小时的谈判你能凑合过。那就是起到了口香糖的作用。这就叫着急则治其标。老刘给大家带来一道莲藕山楂桂花盘。本期节目特邀著名中医吴大珍跟您聊聊桂花。欢迎各位收看由鲁花花生有独家冠名播出的饮食养生会，同时要感谢深龙米之清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八月桂花香这个词儿一说起来啊，大家都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但是桂花一闻让我们感觉很清新。如果把桂花用来吃会怎么样呢？让我们有请著名的中医吴大珍老师，有请。吴大珍，主任医师，中国保健养生协会会长，著名中医养生专家。本期爱问团的嘉宾有湖北卫视主持人胖胖，影视演员姜超，著名主持人张越。今天我们请吴老师给我们讲讲桂花。桂花我们都知道好闻，好看，特别香甜，而且可以吃，像桂花酿，对，桂花糕，桂花糕，桂花酒，桂花酒，桂花羹，桂花糯米藕啊，对对对对对，常点的菜啊，这是，口水都流出来了。那给我们详细讲一讲桂花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咱们先说啊，它的性味，味辛，性温，味辛。啊，什么叫辛？辛不是辛辣的意思吧？哎，可不是你们湖北人的这种辛辣的辣椒。那这个辛哪辣呀？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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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它有一个行走的意思。行走？什么叫行走？热，我们的气血一定要通，不通则病。叫那这个辛，这事吧，他老串味儿那意思。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有点着凉啊、感冒啊啊，尤其是八月前头呢是暑湿比较重啊，然后开始要秋凉了。那么在这时候季节变化的时候，你很容易受到一些叫外邪。什么叫外邪？风寒暑湿、燥火。这些气候的剧烈变化，那么这怎么办呢？我们给它赶出去，这叫做心散。所以心在这里头。不是你们的辣椒，可一定要搞清楚啊！不是说这个东西吃在嘴里头辣辣的，不是口味。中医所讲的味，不仅仅是指的嘴里头的口腔的味蕾的那个味道，而是指的它的作用，有清散的作用，有行走的作用。然后呢，一看这个温啊，温热这是一派，寒凉是一派。总而言之，说明它不是凉的。对啊，因而呢，你凉性的人。有点着凉感冒啊，怎么用上？如果你是上火的，火急火燎的，口舌生疮的，大便八天才能够有一次的，那就别吃了。所有的中药包括我们的食物，凡是进到嘴里头的基本上就分了这么两大派，你到底还是凉的热的。你偏于热你就吃点凉的，你偏于凉你就吃点热 的，很简单。这个性质啊，性味实际上就是它的性质。然后归经呢，就是它在人的主要作用在什么部位？我们看肺、大肠，搞清楚。我们中医所讲的肝、心、脾、肺、肾，可不仅仅是解剖部位的，而是讲的功能、讲的系统。比如这儿讲的肺，不仅仅包括了肺脏，是连鼻子、嗓子，包括你小姜超刚才咳嗽一下，我们都算在是我们的肺系，包括了肺，包括了气管，整个这个功能都在内。这叫做肺。我们恰恰还讲到叫做相表里，肺和大肠相表里，什么意思？脾胃相表里，肾和膀胱相表里，肝胆相表里。相表里就是他们是一对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到什么程度呢？很明显的，比如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住院的时候，尤其是孩子，
咳嗽了，喘了，发高烧了，这个大人都很紧张。同时如果这个孩子大便干，这五天没有大便了，首先我们给他通大便，叫做釜底抽薪，烧就退了，咳嗽都能好了，喘都能好了，这就叫肺与大肠相表里。正因为有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可以化痰止咳。嗯，什么叫呢？散瘀散冷气，这个散字就是和这个心字是对应的，扩散，心散的作用，扩散的作用，行走的作用，就让它通了，因而我们就不得病了。尤其是着了凉，因为它是个温性的，尤其是受寒以后我们就可以。哎，这个散冷气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感觉哈。怎么会有感觉呢？哎，就是你，比如你那个跟空调是玩散冷气，感觉冷，你喝点姜汤，哎，喝点这桂花汤，你真感觉到从外冒气儿。对，对，就把那是发热了，就等于把这冷气给排出来了。逼出来，我们就叫做散邪啊，不要闭门留寇。就你真的像他这样子啊说的。比方说我们喝着起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盖上被子，略微盖点被子，然后让自己微微的出点汗，你就感觉到人体就轻松了，好像这个体内的这些邪气真的就跑出来了，人就舒服了，轻松了。桂花解口臭。如果我有口臭啊，突然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谈判一个活动，实在来不及了，你就嘴里头含点一克横着那儿，不是泡水喝，你就慢慢的嚼，横着这个嘴里头，最起码把这两个小时的谈判你能凑合过。那我就是起到了口香糖的作用吗？这就叫着急则治其标啊，我们先给它掩盖。那我就想问问了，比如说您说是口臭，有的是从体内发出来的，那你说我们要是吃，我们要是吃了蒜呐，或者是韭菜馅饺子了，临时有一个活动，可以用这个方法吗？对对，也可以，给它盖住。比如说，对，比如说，我并不是口臭，我就是今天我就这能把蒜味给掩过去。我就吃了螃蟹了，我就吃了大蒜了，这个尤其是生蒜，就着这个面条最好吃了。那但是突然临时通知我，有事一会儿有一个聚会，有一个 party， 那怎么办？你就赶紧。这个把那个一克的桂花含在嘴里头嚼嚼嚼嚼，最起码零食的，把它咽下去吗？嚼碎了那渣子嚼完了咽下去。那个口臭的原因呢，就不是因为零食吃啊，我吃东西我都很注意了，尤其要有场合的时候我很注意，但是我就是口臭。有的人是体臭，就不仅仅是口，这个人从你的身边路过，你闻着这个人身上的味道不好。 那是没洗澡吧？不是不是，咱们刨去平时他也讲卫生，他也洗澡，他也换衣服，那么人体有某些人会有一些气味的，是这个气味不好闻，大部分都是和他的生活习惯有关系的，比如熬夜，比如麻辣烫水煮鱼烧烤啊，比如油炸的烧烤的特别爱吃，往往他就容易有体臭。尤其如果他同时再有大便不通，如果经常便秘的人，你们去闻闻他的身体，绝对身体上不会有好闻的气味，不一定说香味，一定气味不好闻，啊，大便不好的，小便不好的，啊，从来都不出汗的，也就是他没有这种排毒的过程，大便、小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打嗝、放屁，啊，包括耳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新陈代谢的排毒的各个途径啊，你都要有。打嗝就是排毒啊，你吃太多了打嗝，体内的废气让你的上下通气，对不对？帮倒一个。有的人憋得胀得厉害，连打嗝都不会，麻烦了，他一定是胀。那么像这种人我们就叫着他往往都是脾胃的功能不好，那么和许多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再加上男性，这个是最明显的，抽烟的人你一闻就闻出来吧，从你身边一过烟味啊，对吧，就知道了。如果他的抽烟很厉害的，嘴里头和身上全是这个味道，对，没错，很明显的。很可怜的是什么呀？这个我们大部分都是指的你们这些中青年人，很可怜的实际上是我们老年人。我都吃素
啊，我油炸的烧烤的我都不吃，我生活都很规律，但是呢我的孙子现在都不爱跟我在一块儿睡觉，老说哎呀奶奶呀，你怎么生来你是不是没洗澡啊，就是老年人了，由于我们的新陈代谢慢、哎，往往呢我们的新陈代谢的速度缓慢，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体内往往都有这种阴虚，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有一种味道。刚才您说体内呢就是有的人会散发出一点不同于寻常的气味，我听说这个糖尿病人身上的味道也不一般。对对对，这就说对了，比如我们有一些大的毛病、嗯、啊，很明显的病人都不用说话一坐那、嗯、一种糖尿病，当然不是说咱们这个糖尿病现在都很普遍啊，对，这个发病率很高，不是一般的，到什么程度，酮中毒了、哦、酮中毒、啊、就是它的代谢紊乱了的时候、嗯、这个时候有一股苹臭苹果的味道，烂苹果的味道、啊、嗯，你再买苹果的话的你特意拿出一个来让它放在那烂掉，你闻闻那个味道你就知道了，有点酸不拉几那个，对对对，酸臭的味道。嗯，再还有一种呢，尿毒症现在的发病率也很高，尿毒症啊，如果你们呢站在医院的透析室的门口进去一个你闻一个，因为他没有做透析呢，这时候他的尿酸高、尿素氮高、肌酐高，那这些所有的味道都可以用桂花来解吗？啊，不是的，就我刚才讲的这几种味道，讲的是人体的。啊啊、那像已经是尿毒症了，拿味的拿桂花那就临时性的了，对，他一定要给他治疗了。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口臭，哎，这是指的，就是说属于这种的，不是尿毒症啊，不是那个糖尿病的那个已经是那个酮中毒、酸中毒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拿桂花最简单的。我就说一颗桂花你就含在嘴里头，如果说啊，咱们想好好治疗，不是说那么其中可以有一个方法，我们大家都喝粥吧，嗯，喝呀，哎，那么喝粥里头呢实际上很简单，我把这个名儿叫做玉花粥，你好好听好听，其实太简单了，花就是放点桂花，嗯，玉呢玉米，哎，就是放点玉米，那我干嘛不放别的米呢，大米啊、小米啊、黑米啊、紫米啊，对呀、啊，啊，我干嘛放玉米呢？颜色接近啊，都黄不拉几的。玉米呢，除了颜色漂亮、金黄色的之外，玉米在米里头有个特殊的作用是什么？甜的。通便的作用，它含有的纤维素多。对，粗纤维多。啊，我刚才说了，往往这种人，啊，不能说所有的，往往这种人往往都是大便不通畅，那么我就把。放上玉米、嗯、所以你看很简单的桂花三克啊，玉米，当然咱们现在那玉米粒有大的有小的，要比较好煮呢就买那个小的，嗯，它就容易烂，50克玉米呢一定要煮烂，所以先要拿水泡泡上一个钟头，然后把它大火烧开，然后再改成小火一直烧到玉米烂了再去吃，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一些桂花，嗯，刚才我看您那上写的是阴干的桂花，阴干就这样的，那、这个、是那个桂花有阴干的也有新鲜的，新鲜的呢、嗯、咱们现在太少了，比如说他当地自己小区里边都是干的、嗯、小区里头我想也都是喷了农药的、哎、您可千万别去下中剂什么的，而且、北方像北京再往北桂花是活不了的，是吗？没有桂花树活不了啊，活不了，还有桂花解胃痛，这个就简单了，桂花茶5到3克桂花，1.5克到3克、啊、嗨，1.5克到3克桂花、嗯、代茶泡水饮用、哎、就是你泡水也行熬水也行、嗯、那我就问一下，是所有的人胃疼都能喝吗？不能，应该不是，应该是胃寒，我昨天晚上、嗯、啊，我又是麻辣烫又是水煮鱼，并且我又吃涮锅子，那个涮羊肉跟那个牛肉我一共吃了5斤，不行，管用吗？厉害，肯定不行，不管用，对了啊，这种胃疼是什么呀？胃寒的人，我吃了冰淇淋雪糕啊，然后吃了冰箱里头的西瓜，然后呢我就觉得胃里头凉凉的，嗯，肚子也凉凉的啊，我自己感觉到拿手捂着点舒服，
接着说喝上点桂花水。嗯，刚才讲的那种是什么呢？你就赶紧吃点山楂呀，赶紧吃点槟榔啊，给它消消食了。嗯，啊，所以一定要区别。嗯，这个很简单，也是用阴干的桂花，直接搁在里面泡就可以了。哎，对了，嗯，桂花解咳喘。嗯，也要用。哎呦，这样喝酒了。哎，这要搞清楚啊，这是指的什么呀？慢性的。嗯，如果说就像小张超这两天你有点咳嗽，哎，你就一克的桂花熬点水喝。好，一会儿你就把这碟子都拿走。好好好，全我喝了，全我喝了，这是我们的，您不能就做主就送人了。不要你盘。你说熬水熬多长时间呀？一会泡茶呗，一开就行了，一开就行了啊。嗯，拿开水直接沏呢？也可以，也可以。我呢是比较喜欢呢，就这一类的东西啊，嗯，希望都熬一下，熬一下它的有效成分容易出来，嗯，然后我可能半天喝上这个水。我能用来煮汤吗？煮汤的时候撒一把也可以啊。也行啊，桂花汤就跟桂花粥一样。嗯，哦，就是你别撒太多，你看人家都是几克几克，您这一把下去五十克的，然后看不见那汤是什么汤。对对对，你这是啊。哎，说起这个拿桂花解咳喘，尤其拿这个酒，大家想想看，那绝对不是说我今天一天两天啊，我这两天劳累了，对啊，我咳嗽了，这指的什么呀？最多见的，我们叫着慢性的支气管炎。哮喘，慢性的哮喘，我这已经是有30年的历史了，一到冬天我就犯，那么肯定我这是偏于寒性的了，对吧？到一到冬天我就咳嗽喘，那么我们就讲啊，不要到发作期的时候再去治疗，我们在它缓解期的时候，什么叫缓解期的时候啊？就是我没有喝了气喘非常厉害的时候，我们不妨，大家不是都爱喝酒吗？我们就用些桂花酒。嗯啊，我是先喝上，那么我从这夏天，我从春天夏天秋天我就喝上，到这个冬天我就不犯，到冬天就醉死了。这个桂花酒是用干桂花来泡还是鲜桂花？桂花阴干的。嗯，放入等量的白糖，有多少那个桂花啊，阴干的桂花就放多少白糖。哎，对，然后呢加入35度发酵，先给它搁一块儿，搁2-3天。哦，哎，这一般的啊，咱们做酒啊有多种方法，这是一种方法。比如说，咱们就假装的啊，就比如说这个许许多人自己家里头做那个醪糟做过吗？对，做过做过。哎，就像是一样，咱们湖北尤其做醪糟，就各家都会做呀，对吧？就跟那个的意思一样，放上些桂花，然后呢再放上些白糖。一层桂花一层白糖啊，这也是象征性的啊，最好呢是不要这么生的东西。嗯啊，然后呢经过发酵就搁那儿就算发酵了吧？哎，不一般呢咱们可以放上那个蒸，你们叫着那个曲啊，啊酵曲，哎酵曲，给它发酵，发酵了以后加上35%的高粱酒。那么当然放酒呢，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嗯啊，那么一般来说呢，不要是35度以下的酒。为什么呢？我们好多的这一类的东西啊，它有两大成分，一种叫做水溶性的。为什么我总讲泡水呀，熬水呀，就是它的有效成分有一大部分叫做水溶性的。我们通过泡水、熬水、煲汤、煲粥，我们是把它的有效成分吸收，还有一部分呢叫做纯溶性的，纯就是酒精，嗯，酒就是酒啊。那么如果你35度以下的这个纯溶性的东西溶解不出来，对，所以还得要35度以上的酒给它泡。嗯，然后一般来说呢，咱们过去很讲究的密封窖藏，现在都没窖啊。对了，这为什么要窖藏呢？得地气。得挖一坑埋起来。这个窖大家看过吗？农村的窖就是在地下。对，东北当年有那个菜窖。哎，对对，就是这个窖藏。冬天的时候把那白菜萝卜，对对，放里或者呢，你就在土地上挖一坑给埋一会儿也行。哎，现在呢，许多呢有这种别墅的，住在一楼的前后有院子的，那可以。
指导他们，让他们采用这个办法，就挖地，嗯，自己院子可以啊，然后把这个酒坛子放在这底下，埋，这个叫得地气，是有它的作用的。到公园里面挖一个，埋上，过三天去没了，人家给你挖走，没挖走喝了。一般来说呢，不能着急，三个月你再喝，啊，但是咱们现在好多人，有的时候做不到，做不到的话呢，那咱们就你就一定这个酒坛子。是要密闭的啊，是要封藏好的，是要放在那个犄里旮旯阴凉的地方的，啊，放着。这个酒啊，其实啊，我讲的各种的咱们的药食两用的酒或者是药酒的做的方法有多种方法。目前来说，大家都喜欢急于求成，最简单的方法，你就是把，比方就把桂花我放到酒里头。啊，直接就也可以泡一泡就行、哎、或者呢我就把这个桂花拿个布包包了以后我就放在酒里头、嗯、也可以，这样不就省事了吗？那简便多了。对对对对、哎、对了、嗯、好，我们再补充一下，中老年男性呢可以加半斤枸杞子和杜仲，或者呢少量的鹿茸和冬虫夏草，对，这就成本就高了，这都是高级东西、啊、中年女性呢加半斤当归和一斤黄芪，看治女性的病也便宜点，对啊，这男人麻烦。嗯，食疗的药，药膳方，月经前如果小腹胀痛的话，桂皮六克，山楂肉十克，红糖三十克，于月经来潮前水煎温服，这是、啊、这就指的痛经。对对对对对、啊。但这种痛经要搞清楚啊，它往往阴寒痛经，那么用这种方法，嗯，月经一来疼也好了。胃寒，胃里边寒，嗯，胀着气。有点痛，桂花果实，桂花还有果呢，桂籽儿，哦，桂籽儿十克，砂仁十克，良姜十五克、嗯，也叫着高良姜。什么叫高良姜？这个它可不是姜啊，和生姜不是一个大类型的、啊，也是我们的中药。哦，嗯、姜超的姜。嗯、对。水煎服一日一剂，要吃几剂呢？像这样的连着吃上三剂就可以了，啊、连着三天应该就好了。嗯。风湿筋骨痛，哇，这个也能治。嗯、桂花枝条，哟，你得去砍桂花树了，被逮着以后也罚款。啊、那就千万别让逮着。啊、桂花叶适量，浓煎温敷患处。哎，一定要搞清楚啊，这是外用。啊，这是敷的。对，就比如说我这关节疼痛，啊，那么就可以把桂花枝条三十克，桂花叶三十克，啊。让他给他熬一下以后，就是拿都要拿布包包上，熬了以后拿出来，把这个布包温度适合的时候放在我的疼痛的地方。但这个要提醒大家，这个枝条啊弄回来你得给它掰碎点。嗯，那当然，你比如说那一根棍儿敷着不合适。虚火牙疼，哎，这个很多人都经常的、啊、是是，桂花根儿，哎呦，这得刨树了，这就得桂花根，这不合适啊。药房里边应该有卖的吧？有。哎，别自己去刨树啊。桂花根，桂花根60到90克，鹿边姜。什么叫鹿边姜啊？这都是中药啊。地骨皮，嗯，各适量。啊，一般就是10克，各10克。这好，这好，这好，水煎或炖五花肉吃。哦，这个可以有。听了最高兴。对对对，这好，这好。五花肉这真没吃过。五花肉多甜。药膳，这就是典型的药膳。多香啊！请大家注意啊，鹿边姜和地骨皮都是中药，你们到药店去买。对。啊，别真到路边去捡姜去。桂花解口臭，桂花食疗方，玉花粥。阴干的桂花3克，玉米粒50克，在水中浸泡1小时，大火煮开，改用文火煮至米粒开花，加入桂花再煮片刻即可食用。桂花解胃痛，桂花食疗方，桂花茶，取1.5至3克桂花，代茶泡水饮用。桂花解咳喘，桂花食疗方，桂花酒。桂花阴干，放入等量白糖，发酵2至3天，加入35度以上的高粱酒，密封窖藏。桂花食疗药膳方：月经前小腹胀痛，桂皮6克，山楂肉10克，红糖30克，于月经来潮前水煎温服。胃寒气痛，桂花果实10克，
砂仁十克，良姜十五克，水煎服，一日一剂。风湿筋骨痛，桂花枝条，桂花叶适量，浓煎温敷患部，每日两到三次。虚火牙痛，桂花根60至90克，鹿鞭姜、地骨皮各适量，水煎或炖五花肉服用。编辑短信 XV 加您的养生心得到10661098参与本节目观众互动，每期节目三名幸运观众将获得由生龙米汁清酒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米汁清酒，轻松享受。好，我们看一看新浪微博的网友李先生问，他说听人说银桂花可以食用，金桂花和丹桂花有毒，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哦，不是的，金桂花就是开的花是金色的，银桂花就是白色的。对对对，哎，这个我还真没仔细观察过。在四川，金桂卖的贵，是吗？金桂树啊，一棵就贵。好像院子里都是白的，一片一片的，是吧？都有。白桂花多，金桂花少。不是的，它这个可能是哪个场合误用了啊？一般来说，金桂、银桂、丹桂都可以使用。就说这个人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对对对，就他刚才讲到的金桂呢，它一般来说呢。价钱还更贵一些，贵一点，因为它的产量比较低一些，都可以使用。所谓的毒，我感觉到的，再三也是提醒大家的，千万别在大街上、公园里去摘，因为那个里头呢，肯定都是喷了农药的，这才叫有毒。因为它为了美观嘛，它就要把它的虫给杀死，它才能够长得好，否则是不会有毒的。就包括在公园里面啊，或者小区里面。种的一些果树，你看结的果挺好看，千万别随便，千万别吃，那就人家是为了好看，就得杀虫剂啊什么的都打得很多，除非你们家自己院子里头，你自己没有喷洒的，你才可看。往往都长得很难看。像这种干的桂花，我们在食用之前要不要用水把它洗一洗呢？对，所有的东西买了以后最好还是洗一下。可这种东西不好洗啊，洗完了怎么捞出来？像这样的啊，碎的东西啊，我都是赞成你们拿纱布包上啊，然后涮一涮。哎，对了，然后再打开了再用。好，谢谢吴大夫，我们给大家做点吃的。好，桂花酿、藕片和山楂罐。哦，我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没听明白。山楂现在就能吃哦、我们首先把藕处理一下，藕呢我们用水给它煮一下，把水烧开。这个菜其实是一道热做的凉菜，现在其实我们很多都提倡凉菜也得把它做热了，做热了只是把它放凉了吃，你别拿来就光机搁那儿吃，这个不太卫生。我们把藕片焯下水，藕片呢是要把它稍微煮熟一点，来锅里面倒一点点鲁花花生油，这样让它的色泽更好看一点。哦，我以为是绿色蔬菜要倒油，这个倒进去也好看。对对对对对。但是要把它煮到稍微断生，哦，因为藕片不是说焯水。哦。这个山楂呢是罐头的，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来，不用再切了。好嘞。山楂罐头本身的汁儿不要，来，好，拌一拌，加点糖，一点点啊，这糖别加太多了，再把桂花酿倒进来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菜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那个桂花酿是怎么做的？是自己做的吗？当然是买来的咯。这个可以自己做吗？桂花酿可以可以可以，其实就是糖和桂花搁一块儿，我们把它摆得好看一些。刚才你不用那个山楂罐头的汁儿，是因为怕它盖过桂花的香味吗？没错，太甜了，太甜了，也太酸了。藕呢，稍微经过煮了以后呢，它的是那个熟的藕呢，真好看，它就往往健脾胃的作用就更大一些。
这道菜应该是老少皆宜。哎，对。莲藕山楂桂花盘，食材：藕片、山楂、桂花酿，调料：糖。做法：先将藕片放沸水里焯熟，倒一点油。二，将山楂倒到大碗里，将炒熟的藕盛到大碗里，加糖搅拌均匀。三，最后倒入桂花酿，搅拌均匀后摆盘即可。老刘贴士：莲藕放到沸水里焯水的时候，一定要时间稍微长点，把藕焯熟，山楂的汁要倒出来，以免抢了桂花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莲藕山楂桂花盘。把它所有的食材都列出来。希望你能够喜欢。好，再次感谢吴老师，感谢鲁花花生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养生笔记：桂花是温性的，无论煎汤、泡茶或是浸酒，都有温胃散寒的功效，它能帮助散去胃部寒气，达到止痛的效果。中医上常用来治疗胃寒腹痛。桂花对风寒感冒、咳嗽痰多、牙痛、口臭都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对于女性的养护来说，桂花不仅能美白肌肤，在女性经期腹痛或经闭腹痛时，它还能起到一定的调理缓解作用。饮食养生会有奖互动进行中，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请登录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并参与微博互动，即可获得由鲁花集团提供的精美调味品套盒，还有大量精彩节目视频和养生笔记供您下载。天天有惊喜，赶快行动吧。